看看就这个，它急忙吗？那可怜呢，给送到这个收狗车上了，收苞米的。哎，握手啊，来握手来，握手了，哎，握手了，嗯，还握手呢，熊呀。这狗啊，感觉有病啊，这狗啊。伤口啊，看看，哎呦我的天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烂肉。你走吧，不打针。给你，啥孩子呀？这喜欢玩吃。给，都给你，这一大卷子都给你了，你配合妈妈吗？我给取个名儿，念苞米。坐坐坐，坐哎，妈握手，想没想妈妈啊？行，握手。那我就是给都上完药啊。可这里面可深了。我用那个碘伏、黄药水全都上过药了，你这全都上过。就喝那个黄药水，说冲就行。对，我就是那么冲的。这个还缝不了，缝完以后里边东西淌不出来就埋汰了。啊，手上是打过针的，你看埋过针的，你看啊，对呀。念苞米。硬，慢慢就从里边外外长。上个十多天要是长不上就得切开全拉开看里面都是咋回事，现在都已经不那么硬了，我怕它长肿瘤，所以说呢、嗯、啊，那太好了，看这个毛剃一剃，然后好那个。你是有病被扔了吗？嗯，看看这块有，你看这是打针的哈，在我们带阳小院晒太阳呢，幸福了哈。看这个猫猫送来了，那猫瘟，这是我们新接收的猫瘟的猫，小猫猫瘟，那吐的。看这些孩儿，这是狗车救的。这地头那个，黑儿，黑儿。还有这个德牧，这孩儿啊，那金毛毛，金毛毛可懂事儿，这都是狗车救回来的。哎呀，金毛毛有反应，看看小尾巴，还有我们的小蹄子，小蹄子长得都好看。现在他们都是犬瘟，现在每天都要带到宠物医院来。这犬瘟明显症状咳嗽，又要哭了，哎呀，难受是吧？没事，你妈妈给你治呢啊，妈妈给你治病呢啊，孩儿。但打完针它就好了啊！这花花也是，这花花，哎呀，这孩儿啊，这个阿黄，后面阿黄后面谁呀、啊？黄，那个是难受了，不愿抬头的。这个。他躺的，这小藏獒，你这么上去这么厉害啊？你这好了是不是啊？快好了是不是啊？有精气神了哈，洋洋，我们在护栏救过来那个狗妈妈，现在也是治疗呢。啊，我们这个宠物大夫还在给我们配药，每天的药有好几兜子，配好了一部分。然后这都不算所有的，我们现在每天的医疗费都快7000了。现在我们每进来每新接收新救助一个病猫病狗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特别特别大的。刘丽这两天也是特别上火，本身她有病，
然后小天这走着哭，压力太大了，扛不住了。就为了这些毛孩子能活下去，我们也是真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能来帮我们，来帮他们，应该说是让他们能活下去。如果这个医药供不上的话，他们一个都活不下去了。现在你看，很多有的都已经有转好的症状了，这事儿如果说放弃的话，那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治疗全白费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咬着牙都不能放弃他们，我们需要更多人来帮他们，帮他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宝宝，你的腿是不是坏了？这儿呢，姐，你的腿是这样，好像被车撞了，还挺干净的，感觉不太像是一直在外面流浪，像是走丢了。嗯，这是我们昨天那个接收的一个车祸的狗，那现在已经是打麻药，准备给它清创伤口去，看它这个伤口。都碾的肉都露出来，骨头都露出来了。这块还行，这。哎呀，沙师弟你醒了，看头像下面，沙师弟，里面那个小狗，这是前两天我们那个救的那个。车十个小狗，就是那个，然后还有一金毛，一个小黑狗，那个大黑狗，那一波的，啊，这两个狗现在这两天，那个就有病了，过来化验一下，这化验完再等会儿。这回就好了，对，这回最起码的孩子屁股不抖了。他劝他了。